我是公安列车长，台北市年十月十号，台北捷运八连线台北站11:55，它是219车，开往顶埔，然后顶埔，港埔，往顶埔，开往顶埔的高雄线刚刚好时间。开始上门，到下面一个马扎门都丢不到地方。有西上二一行154155，三边左，怎么搞没怎么？我下面干嘛？咱们都丢不到就，那拜拜。